那家里面的人他们不让我回去。你怎么会想到家里人？当时是他们逼的，就是一个认识了一个月的朋友叫我过来这边的，叫我过来听他的，他说给我介绍一个好人家。那既然他不是你阿姨，你为什么骗大家说他是你阿姨？他叫我这样子说的，拿我的身份证呀，我的手机都在他那里，让我一个人都联系不到，我想跑都跑不掉。不是我拿，我不知道。18000块钱给他。他拿了钱就走了。现在我打那个介绍人的电话我也打不通了。就是他打搅断的，打电话回去的。他的都懂的啊，他的都说的都给车费给我下来呀、啊。在那里就结有小孩的，你来这里结婚了，这不很荒唐啊，这个事情很荒唐的啊，不是、啊、小孩的都6岁多了的是。他是拐过来的，不可能一个人走到这里是吧？在这里生活还好吗？不好，我半个人走半个小时，他马上连打了我12巴掌。也就叫我们办好手续，那我们就给钱，他们就我们就回去。给多少呢？就是6万嘛。你对他有感情吗？没一点都没有。那我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还3天2头打我，那我那可不吃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他为什么打你呢？他为什么就是为了性方面的事情他才会打我？那你为什么打呢？比较气的，比较气的。有没有觉得不舍得或者怎么样？啊，有一点点。你对他有没有仇恨？没有，真的是。